打算住山上了，公司不要了。林大老板不是很在意这次的事件营销吗？所以我就决定连人带公司一起搬到山上来。在这直播却我下山？就我就是拍拍日常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你放心吧。我拒绝。天哪！你上来盯着我是没有用的。 你见过哪个电视剧女二拆CP成功过呀？你怎么就坚定你是女主呢？我的人生，我当然是女主了。那林蔚也不是你的男主，我也值得跟你好好聊一聊啊。嗯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助攻啊？助攻？啊，你是指那种帮主角找到爱情的工具人？不能这么说，应该是说呢，帮主角。 走向幸福的大好人，可是好人一般都没好命啊。但好人一生平安啊。那个，那既然咱们俩目的一样，要不然合作一下？我告诉你啊，高端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琢磨琢磨，要努力不上进。我以为我们就捅破窗户纸的事儿，我现在都把窗户拆了，放到你面前了，就一点表示都没有。 师傅，他一早就出去了，很明显就是不想见你。你没有必要再为他浪费时间了。但是我不甘心啊，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，凭什么呀？那要结束也是应该由我来结束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林蔚她是什么样的人，那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跟她有交集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呀？这个不防水，要不我赔你们个新的吧？你知道这不防水还故意往上泼啊？是你先要动手打人的，要追究起责任，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？丽丽。 打电话报警吧。你说过把我当朋友的，那我们就是朋友了。朋友出事我不可能袖手旁观的，我的事儿你插手，你的事儿我管定了。现在我舅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当务之急得赶紧想出救苗的方法。个人的恩怨都要先放在一边，现在第一重要的就是救苗。我同意。其实吧，我回去之后又仔细想了一下你说的战略，我现在就是应该展现一下我的大度，去给他们俩送助攻。 然后让我师傅多撞几次南墙，我再杀个回马枪，对吧？嗯，我知道你想让我难堪，但你真的没有必要把我当成对手。你别又在那儿说什么只想当朋友，渣男都这么说。我师傅信。我靠！林伟，我下午约了朋友谈毕业论文，你送我吧。住院。 你帮我去送菲菲吧，谁要她送啊？你别在这刷存在感，谁都不如她的差。我不如差，你不如我。你这个是……哎，我小心！你干什么呀？我真的服了你了，你这都能摔？你流血了，没事吧？苏时雨，我明明都拒绝你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帮我呀？ 我想帮你就帮你了，万事随心，真羡慕你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你这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想一辈子装傻吗？喂，哎，菲菲，你说的没错，爱情真的呼叫转移了，我师傅他从林薇家搬出来了。我知道，昨晚他表白我都看见了。他表白了。 他是被拒绝了，他是表白了，但他也拒绝了。喝的再工作。你不要。哎，你手没事吧？我手没事，我电脑有事儿。林薇，我跟你说了，如果没必要的话，我们俩能不能不要见面了？慎言也想你了。慎言送你了。你也有一半副药圈。那一半也送你了，行吗？我就是不想再跟你牵扯不清了。这少东想干上的人不简单啊。 短短时间就上了首页了，可以占着首页资源，不好拿呀。你再看别的 app， 全都是首页推荐。真的假的？他苏诗雨有这么大的能量吗？该不会是少东家的谋局吧？